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喧闹的小号 Coco Handle。 那其实 CF 除了 CF 是经典以外， Coco Handle 也是经典中的经典。那戴手柄的设计可以说是喧闹后期所有戴手柄包包的开山之作。那它的外形是比较融合的线条，包括它的一些侧面啊，还有背面，包括它的包盖等等。那它不像 CF 那样每个线条都是满满正正的。那特别是蜥蜴手柄，那它是由喧闹经典元素的牛血红点缀，那整体的感觉就是极优雅和时尚为一体。那包身的皮质它是较为细腻而且耐造的小皱纹，那五金它是属于一个纱金材质。但是像今年很多新款它也出了亮金扣，那我始终觉得纱金的五金更加有复古经典感。然后再来说一下它的容量和背法，那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它其实内里是做了一个隔层设计的，那这个设计拿放东西都比较方便。对，它是就是对一些强迫症患者来说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愉悦的一个设计。然后背面的话同样它是拥有经典的微笑袋的，可以放一些票据的东西。然后呢容量它还是属于比较能装的。那再就是它的一个背法了，那它是既可以作为斜挂单次单肩背还有手拎的一个背法，肩带它是可拆卸的一个肩带，那你拆掉肩带以后你想要带它去一些较为正式的场合，它也完完全全是可以 hold 得住的。那总体来说，喧闹较为女人味的包款除了 CF 以外， Coco Handle 也是其中之一。